呢個位咧就睇埋咧呢個 bartender 喺度調酒啊。好 ，mini 咧，再叫翻呢個 Wellington 啊，佢第三次嚟都係叫翻同一個，咁啊呢度咧嘅 Wellington 咧，可謂咧我自己覺得啦，可謂咧係全多人多最好食嘅。我咧就叫呢個 New York Cut 啦嚇，咁上邊咧就有呢個蘆筍啦、薯仔啦，同埋咧有咧呢個嘅蟹肉溝荷蘭汁咁樣，咁啊，我 New York 啊美國。Wellington 咧就是、英國，睇英國好啲定係美國好啲啦。咁我哋雖然係加拿大，咁呢個係絕對係有超級水準嘅，因為咧之前食過好多次都係冇令我哋失望啊嘛。不過荷蘭汁好似啲蟹蓉啊，好好味喎，係好好味啊！個蘆筍嗰種青葱嘅感覺咧出曬嚟，唔知蟹蓉咧一絲絲咁樣，有嗰個嚼口，同一時間咧。好香滑，再溝埋個荷蘭汁，非常之蝦人煮嘅一樣嘢。佢煮得個荷蘭汁好 smooth 啊！同埋有陣陣嘅牛油嘅香味咧，個荷蘭汁。好，試下個 New York Strip。好 juicy， 同埋幾啱咯，又係呢個裏面紅色咧，外面燒得好焦，呢樣非常 perfect。個燒魚仔都幾好味。佢好腍喎，咁啊唔會話好硬嗰種，咁同一時間咧又有嗰啲香草嘅味道，好又試下將嗰個荷蘭汁配呢個蟹肉同埋呢個牛肉一齊食，睇下有咩感覺。混合埋都幾好味喎。混雙啊。個荷蘭汁配埋個牛扒都有佢嗰個特別嘅風味。冇咁乾口啊。同埋個 color 都好靚，好味。點解 mini 咁冧啊你？Mini 試我嗰個啦，呢個荷蘭汁蟹柳都好吃啊！佢真蟹柳嚟噶，唔係假假嗰啲。
是不是啊？而且就算用個荷蘭汁來配個牛扒都很滋味的。好似 crab cake 加 stick。 Yep。 雖然它不是真的 crab cake 啦，燒得好味啊！呀，佢牛扒唔係話最靚嗰啲，因為本身我唔係照最靚嗰啲啦，咁啊要聲明啊。咁但係都已經好嫩。呢個有驚喜喎，因為已經食第三次。切開咗裏面其實都係生生嘅，只不過咧 ，Mini 又覺得佢生嘅部位咧唔夠多，咁好似有少少 over 咁。好，試下 Wellington 啦。咁啊 ，Wellington 咧就係、是、有呢個嘅麵包包咁包住佢，咁啊確保咧裏邊咧就係、是、麥味啦，同埋你可以食到包包啦。可能吃第三次了，樣即正如你所說未必有上幾次那麼驚喜的，但它這裡呢其實真的很成功，它的、火候很適中、無論你覺得它是不是有少少 over 都好，它的包很脆皮，不一定會作了花瓜，它的汁在外面加了就很濃郁，同埋咧嗰個牛咧係切落去咧有一種一絲絲嘅感覺，其實好難嘅，因為佢咧係精緻迷你少少。我哋平時喺出邊買啲 tenderloin 好大嚿，然之後慢慢切咧，控制個火候就會好過佢咁樣做。嗯，個因為包住佢啲，令到佢特別甜啦個牛肉。有種燜的感覺，所以是我吃過這麼多隻 Wellington， 包括我不應該給自己那些，其實不行，那我是這麼多隻 Wellington 裡面我覺得最好味。那來 Stickhouse 就硬條硬馬一點，那變成就好吃不好吃就不會話太多，哦，你好花巧，然之後咧，你就會覺得啊幾好啊都，唔好似歌仔唱。跟住佢呢間咧，雖然有啲錦上添花嘢，但無論佢嘅錦上添花，又或者係佢真正個餡個色本身都係。交到貨仔，再加埋好似 Mini 咁講，呢個有驚喜。嗯，你食唔食一啖？好 juicy 啊！哦 ，Mini 話請我飲啖紅酒。嗯，再食下嗰個牛排。那個蟹蟹真的好啊，令佢嗰個相得益彰嗰樣嘢，個牛更加甜啊！但係呢種甜咧，就同 Wellington 嗰種甜又有唔同喎，又唔同喎。我嗰種甜咧有少少似咧，你喺個
燒烤爐嗰度咧，燒粟米嗰種，嗰種巴不條嗰種甜 ，mini 嗰種咧，有種紅酒嗰種甜。啊！呢間值得嚟一嚟再嚟嚇。咁疫情嗰陣時，我哋就上年冇嚟過，前年同再前年都嚟過。咁呢就係第三次啦。阿 Mini 咧，好少咧可以咧咁大嚿扒扒咧，佢食得曬嘅。佢就係俾咗啲咧薯仔我啫，完全唔需要幫手嘅其他。咁當然我有試味啦，咁呢個另一回事啦。咁可想而知幾好味嘅。